微博女王姚晨产下宝贝儿子小土豆后已经开启复出模式，将要重返荧屏了。她和吴秀波搭档主演的电视剧《离婚律师》将于下月开机，两人在《离婚律师》中饰演专门打离婚官司的律师，屡次在法庭上针锋相对，而这对欢喜冤家最终也是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忙着工作的吴秀波也没忽略家庭和妻儿，最近他就被拍到携妻儿度假回京的画面，一家人其乐融融的画面绝对不输姚晨。